的命运，黑夜的羽翼，彩虹在暗地等一个机遇，张开翅膀轮回由我决定。如果它在心中相根，但开花在生命最后，只想要飞翔，一次奋起抵抗，就在挣扎和无奈之间高唱。只要向天空不回头的我，背负沉重烧结的牢笼，禁锢都无踪，绝望都冰冻，何去何从就交给风。你若都懂，繁华落尽生死与共。城市要向天空不回头的我，背负沉重小姐的牢笼，禁锢都无从，绝望都冰冻，何去何从就交给风。你若都懂，繁华落尽生死与共。你若有梦，就让你和别人不同。龙队，四主呼吸已经恢复，手术顺利，再观察三天，如果没有异常的话，他的生命体征会慢慢恢复正常。如果是正常的病人，他的麻醉药效已经过了，但是你妹妹颅脑损伤非常严重，手术虽然成功，我们也用了催醒药物和其他的辅助办法，但是他还是没有醒过来。你的意思是他什么时候醒来你们也不知道？就目前来说，现在还没有任何数据显示能有一种方法和药物能使你妹妹快速的苏醒。谢谢你。救活了，可是医生说他还需要观察。怎么回事？我也是听医生说的。这些年都在外头忙，连生日都没陪他过过，我才知道我的妹妹已经长成如今这个样子。龙队，你也先回去吧。不，留下来，我还能帮你。我确实需要你帮助我，但不在这儿。我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你帮助。什么重要的事情？有两个线人，我告诉你他们的接头方式，我要你去接触他们，从他们的嘴里问出所有沙门的暗门、地下室、刑讯逼问场所，总之一切能藏人的地点我都要知道。你是要找到沙门绑架的那个人？那个人究竟是谁啊？林局长被杀一案的关键证人，也是眼下唯一能够叫停九哥死刑的人。放心吧，龙哥，一定完成任务。
香香怎么样了？命是保住了，可还得观察几天。你怎么跑出来了？我听说了他摔下来的消息，到底怎么回事啊？是冷家，是他们把香香扔下楼。冷家，他们果然动手了。他们开始报复了，所以最近这几天你在监狱里要特别注意九哥的安全。他们不止对香香下手，还绑架了广播君。就在见完九哥回家的路上，什么？你说我爸爸被绑架了？上次探监后在监狱回去的路上，还有那个龙香香被人从楼顶上扔了下去。你说什么？龙香香，龙天宇的妹妹，上次过来采访你的那个记者，她被人从楼顶上摔了下去，现在伤得很严重，还没有醒过来呢。怎么会这样？你要知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软肋，龙香香就是龙天宇的软肋，他们对龙香香动手就是在警告龙天宇。可是为什么？什么为什么？我已经被判死罪了，龙天宇被警队解职停止调查，按理说我们已经构不成威胁了，他们只需要等待结果就好了，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出手？而且一出就是这样的狠手。那只有一种可能性，他们害怕了。可是他们怕什么呢？龙天宇放了话，他说冷家已经开始报复，让你在监狱里面一定要小心，他是担心冷家的黑手又伸到了监狱里面，对你不利。8963，有人探监。可是今天不是探监日啊。是冷监督的儿子，冷家的大少爷冷立威亲自申请的特殊探视，还不快点？冷立威来得正好。谢谢。差点忘了，林小姐是个直脾气。那好，我也不拐弯抹角。东西在哪儿？我知道，你见过他。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他把东西留给了你，那就是他告诉你东西放哪儿了。都没有。关伯君现在在我手上。应该能认出来吧？是不是把东西给你，你就会放了他？是。那我还要再加一条。说说看。赦免我的死罪。我知道都是因为你们，法院才这么快定罪。不可能。行。那东西我是不会给你的。大不了玉石俱焚。我跟爸爸在黄泉路上。也好做个伴。好，我答应你。还有什么条件，不妨都提出来让我听听。
我还想知道我爸爸，我是说林耀东，他是因为这个东西死的吗？是啊，这当初呢，关伯君最先把账本交给了林耀东，我们去找他谈过了，我们很有诚意，甚至想到了用联姻的方式来解决这件事情。可是你的养父林耀东他不答应，我们是被逼的没有办法，才连夜派出了杀手。为什么选在我回国的第一天？是巧合吗？还真是巧合，因为林耀东在你回来那天签署了逮捕令，我们只能在那天下手。这至于嫁祸于你，还真是纯属意外。不过后来想想，这不失为逼出关伯君的一个好法子。那个本子，爸爸之前嘱咐我一定要好生保管，现在要交给你。我想知道那个上面都写了什么。这个就不能告诉你了。是毒品交易的事吗？无可奉告。所以也就是说，一直以来冷家利用海关监督的职位暗地进行毒品交易，被我养父林奥东察觉，收买未果，派人暗杀，最后嫁祸于我。还有龙香香呢，我听说她昨天被人从楼上扔了下去。这个跟我没有关系。好了，你想问的都已经问了，我该答的也已经答了，现在你可以告诉我账本在哪儿了吧。我还需要些时间找到一个保险的方法，否则我凭什么相信你不会半途毁约？随便你，你不交便又要没有爸爸了。我给你三天时间。念芝，念芝，念芝，你让我把他叫来就是让他听这些是吗？是你跟我说的，再强的人也会有自己的软肋跟弱点，我想再坏的人也是一样的。所以人是你们杀的，也是你们陷害给九哥的，还为他请律师，请全上姑最好的律师。演得真像啊。所以我们所有人都跟傻子一样，尤其是我，居然还有脸天天在他面前装好人，口口声声说要帮他，我还有什么脸帮他？念芝，你冷静。你别碰我。我一直都知道家里不干净，但我一直以为最过分的也就是放放高利贷、打人追债而已，没想到你们还杀人、嫁祸、贩毒，还把那么小的一个女孩从高楼上扔下来。这个家里还有什么是我不知道的？还有什么秘密是我不知道的？告诉我！啊！你们都不说，那就去跟警察说吧。我现在就去告发你们！念芝，站住！
有什么资格说这样的话？从小到大，你上最好的女子大学，吃穿用度，哪一件不是一等一的精良？还有其他人对你的态度，那么多年自由自在的生活，想干嘛干嘛，你以为凭什么？你自己吗？是冷家。一直以来，你没有付出，只有索取就算了。但今天，你有什么资格站在这儿指责冷家？我问你，你有什么资格？爸，二十多年了，你竟然一点都没变，竟然还觉得现在这些东西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这些首饰、珠宝、名牌的衣服，还有皮包，你所谓上流社会的生活，我通通都可以不要。出这个门，从今天起，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能踏出这个房子半步。还愣着干什么？赶紧把他抓回来。你放开，除非你忘了妈妈是怎么死的。念芝，快上车！念芝，念芝，你上车啊！念芝，来，快把鞋穿上，会着凉的。
念君，出了什么事？能收留我一晚吗？香香的衣服，你凑合着穿。反正这两天他也不会回来。对不起，是我们冷家害了香香，害了你们。他才20岁，他刚刚拿到记者证，他应该有更好的将来。这不关你的事，你并不知情。而且，冷家是冷家，念之是念之。你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我心里很清楚。我绝对不会把你和他们画上等号的。真的吗？当然。九哥，我认识这么久，还是第一次在这里这么正式的见面。我真的不是有意在为自己开脱，但我刚刚得知真相，我知道我没有脸再来见你，但我还是想代表冷家，也必须代表冷家跟你说一声。
对不起。对不起。我知道这三个字或许在你眼里很轻，但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冷家犯下的过错，请你相信我，我会尽我最大努力弥补的。弥补？你打算怎么弥补？你能让我爸爸活过来吗？或者说咱俩换换，今天是我杀了你爸爸，你被关在这里，每天被人像野兽一样对待，那些棍子会有100种方式落在你的身上头上，被打得动不了的时候还要防着被男狱警强暴，有人当你是人吗？你还是个人吗？对不起。还有上法庭，那些报纸把你最不愿意触及的隐私撕给全城人看，还有上刑场的时候，那些枪就抵在你的身后，等死的感觉，等死的感觉，你懂吗？九哥，这些不是最恐怖的，你知道什么是最恐怖的吗？这里，我的心变了。以前我相信的事情，我再也不相信了。那个死了的林九哥，你怎么赔给我？怎么赔？九哥，我开门。该死！九哥，九哥，这人都该死，都该死！放手！放手！好了，这弥补吗？九哥，九哥，一直够了！疯了吗？九哥，打够了没有？关禁闭室，不许任何人探视，带走！九哥，九哥，一直没事吧？我没事。让你一个人待在这儿，好好疯，疯个够，走。林九哥，龙队长让我带话，他说，人他一定会找到，你不用挂心。还有，他希望你记得他承诺过，定不负你所望。我知道他会恨我，但没想到会这么恨我。念之，九哥他今天很不一样。你不用安慰我，他应该恨我的，这是人之常情。即使是这样，你还是愿意帮他吗？我愿意。我会尽快找到证据的，证明这一切都是冷家栽赃的。到时候两件案子重新公开审查，一定会真相大白。就是到时候冷家……你不用替我担心，在我知道事情真相的那一刻起，我就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
如果需要的话，我也可以出庭作证。念真，对不起，让你受委屈了。007，玉前辈。嗯，虽然我没有在越狱的那个名单上面看到玉前辈，但是意外的发现，在这个关禁闭惩罚的名单上面，玉前辈上榜的次数还不少。两年时间，天天都在禁闭室里。说了吗？这零九哥呀，他疯了！啊，真的假的？你们还不知道呀？他袭击冷医生，被罚了10天禁闭呀！10天？那等他出来，不是要直接认罪？就没有时间了，来不及了。对呀，时间特别紧。快点，快点，跟上！那边，那边了！快点，跟上！是那些小兔崽子们，闲得没事干，成天给我找麻烦。这下可好，白天他们给我添麻烦，晚上还得值夜班。怎么啦？我最近觉得你越来越漂亮了，皮肤状态特别好，特别细。嗯，有吗？有。你呀，少跟这些兔崽子们发大火，少生气。女人呢，要好好休息。美是睡出来的。那怎么可能？你说这一个星期都是我值夜班，怎么可能睡好觉？我跟你换吧。那都不好啊。有什么不好的？给女人安排夜班，那才不好。就这么定了。啊，吃了吗？没呢，来送饭了。对。8963，吃饭了。怎么样了？不出所料。跟我们想的一样，你能想办法把我关进禁闭室吗？你这么快就想通了？我昨天想了一个晚上，发现禁闭室是离操场最近的地方，而且上次救嘟嘟的时候，我就发现操场下面的下水道可以直接通到对面的狱警办公楼。所以你怀疑狱前辈当年是想挖通禁闭室到操场底下的通道？这也是唯一一个我能想到离开囚区又不被发现的方法，也是玉前辈当年一直留在禁闭室里的原因。因为禁闭室每天除了3顿饭没有狱警查房，挖起地道来也不受影响。你这么说的话倒是也有道理。那你有办法把我关到禁闭室吗？办法是有啊，但是你现在不犯错的话，我也没有特别大的权利把你关起来。念之，对不起你了。
然后我就真的找到了。你是说你找到了雨前被留下的那条地道？地道的洞口被我找到了。这么快？我本来也觉得很难，但是也许我跟玉前辈有某种默契，又或者说感觉跟判断相似，反正比想象容易。如果这层石灰是后来刷上去的话，应该不会很厚，而且根据这个形状跟面积来看，这个地方是最弱的受力点，只要对准这个砸，比四下乱砸均匀受力管用得多。嗯，那我试试看。你试试。这是干嘛用的呀？试试。在这个上面砸。嗯。哎，你去看着。没问题吧？啊。无声无息的失去。
生活总是难言欢愉，在那个夜里，上天赐予的情侣，天蓝干和江滨挡不住落叶化成春泥。蓝雨飞翔的秘密，那些过往痕迹，就让我深深刻。